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相思一。今天呢，我打算带我的弟弟出去玩一个环保的小游戏。那么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？锵锵，就是捡瓶子。弟弟每捡一个瓶子，我将付给我的弟弟0.25元。只能捡铁的瓶子，还有塑料的瓶子。我们呢一会儿要出去，给我的弟弟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吗，弟弟？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呢？看看弟弟能捡多少瓶子，我将在后面实时的去拍摄弟弟捡瓶子的画面。在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来算一下弟弟能捡多少个瓶子，我将付给弟弟多少钱，而弟弟呢可以自己合理的去利用这些钱。我们捡的瓶子啊也会交给奶奶，这是他已经捡的瓶子了。现在呢我们出发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2:19。太脏了，这个哇一下双杀呀，哇三杀，哇哇还有啊，我的天哪，能赚10块钱吗？啊！哎，你找瓶子不能破坏绿化。哎呀，又找一个。我弟弟在这一个居民楼的下面捡了20多个了。肯定能卖1块钱，这个东西。你就捡这些？不是。啊？那你就在这一块上捡的？嗯。这地方不去啊？我现在在这地方要死完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走吧。下面去哪里啊？那边。你说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楼底下就能捡那么多呀？不知道。那乱丢垃圾的人太多了吧？对，好像还真是的。这好像有点沉啊，我得找个地方给它放下。太喝吗？太喝了。为什么我们捡了这么多红？不知道啊，这我跑步的时候没发现。这红牛我都已经在这个袋子里都捡了3个了，这红牛有多少啊？红牛，红牛。小心一点，我都捡多少个红牛了，加上那些已经就当地人爱喝红牛了。现在已经是3:20了，我们来奶奶这边来清点一下，弟弟到底捡了多少个瓶子？1、2。
四十四个呀。嗯。四十四个，你算一下啊。十一元。